一包酸辣粉儿啊，吃了好钓鱼呀、啊。两包酸辣粉儿啊，吃好钓大鱼。豆芽儿、摊摊儿。看懂，跑那个五分钟。好，差不多了。门还关着的，没在屋头啊。包丽儿，哎，韩阳和没答应，谁错呀？在那个，你跑来吃啥嘛？乱收干净嘛，在这儿摆起。喂，你在屋头睡瞌睡，你人在哪家呀？我钓鱼家的，你把酸菜乱抓起哦，晚上吃鱼哈啊。钓不钓了？暂时还没扯起来。这个吃了这个，乐乐乐！哎呦，我是不是该三个江面而不入啊？我是我应该出去走两圈。三爷，这儿我吐啊！这鱼还味道不呢？这鱼还重呀不？真的是说来了啥子？宝轮儿兄弟包一把卵棍儿。你不过来给我看看有几斤？宝贝儿。哎呀，那我吃鱼呗。现在我让你给我抓点酸菜啊。我都没抱希望你能够钓到鱼，结果你钓真的条鱼。哎呀，不要弄了，我把这鱼弄出来了，吃把它早点来吃夜饭。我拿个盆焖起来，这个鱼真大，吃都吃不完。你要的呢，给老张们拿点回去。把鱼尾巴当个门杠。先把这个鱼呢腌起起来了，老姜、葱、那点料酒、盐巴、花椒面，先腌好哈，腌得入味嘞。鱼呢腌起起来，再把料切出来，把所有调料装一起掉的。再把这个腌出来的鱼再清洗一遍，它才没得那寒的。再把几个鸡蛋、葱姜和的一层，那个也豆粉。两个手嘛，这油烧起来，你炸起来。好大哥，火小的吗？哎，你火太大了，这哈你炸黄了，就要子了。烧起来，我炒料了啊。好嘞。所有料一起炒，炒香过后加点清水。把汤汁熬香过后，就下鱼骨头这些，把鱼肉放在面上。把这个腰底儿的留点儿，盐都不想加的，这酸菜也有盐的，鱼腌了还有味的，加点葱菜就可以出锅了。我烧了哈，吃饭了。妈，人家娃儿好多暑假生了，你请教人了。啊，就是啊。那我们就吃一个菜了哈。哎，这两次你钓恁大的鱼，下次我还是给你录去吧。要不我就给你包包嘛。这个可以，把上你出来呀。你口干的时候我都给你拿水，你要适量的时候我都给你拿。这服务好周到哟啦。嗯。我去。行嘛，你不要钓个鱼的感觉咋了会儿？世界就是我的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那个。人家妈的，这上我鱼要喂妹儿，他都喊我不给你录去，对吧？就吃了鱼了，可嘛？对。炸香了的，我就拿个盘子往小了点儿，这妈还是那个，还有个娱乐裤，这炸香了的，慢慢的剥来吃。好，来嘛，来行了。我不要，我碗头米汤。不用碗头嘛，哎呀，你吃掉的，我要这块嘛。这块没肉的。这骨头才更香。你属狗的啊？我不属狗，我家跟属狗的。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，希望我视频可以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桃子姐。